大家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已经体验两天的那个寒假营，对不对？体验我们越南的美食，那让你们亲手的做美食，体验怎么样制作那个料理。好，那从那个你们帮忙的过程，你们一定会接触到很多越南美食的食材，对不对？很多那个猪肉、鸡肉啊、生菜等等很多食材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些食材的名称，来做一个总练习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是已经学会那个每个食材越南语怎么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我们应用来做一个游戏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就是说第一个同学先讲他喜欢什么，然后第二个同学就会说他不喜欢第一个同学喜欢的东西，你自己说你喜欢的东西。对，然后一直轮流这样子玩。那输的人呢，就是讲重复那个食材的名称，重复讲你输，然后每个词汇也是输哦，所以你们可以拼字哦，就比如说什么粉蒸啊、蒙嘎啊，什么什么都可以拼字哦，就是让你们就是一直要留到最后一个人，好不好？